北海双溪赖居民近来眉头深锁，因为当地赖家定八玄宝殿以及共和小学附近的路段出现至少7到8个大小的坑洞，有些深度甚至达到24尺，危机四伏，让人担心公路使用者一个不小心失足的话，轻则受伤，重则随时赔上性命。民政党滨州副主席胡栋强今天拉队到施工处巡视，表示无论大小工程都必须做好安全措施，除了设置足够和显眼的告示牌，围起合适的警示屏风更显重要。没有往前的所谓的那个提示灯，公众人士假如经过这里，必须要谨慎咯，因为毕竟雨季啊。假如这个雨的淹水又是把这个整个 plastic 那个围墙啊冲走之后，没有围墙，哪里能保住人民的安危？胡栋强希望各造正视问题，尽快修补，同时提醒相关单位按照规定做好安全措施，不要制造交通陷阱，否则随时要人命。 NTV7 采访报道。